夺走我的童年，每天都去天天去负责，身心都消散下躯壳。最难解的不是课题，而是爸妈出的难题。最沉重不是考试，却背负未知的成绩。同时无声的嘲笑，不是鄙视，就是讽刺。无人要理你的竞争，无形种下心中的刺。或许我们智商不高，不是冠军，但是我们不断学习，期盼出你们的心意。从小来的无力，就把它化作动力，当作自我激发，自我的毅力。谁会给我们也会疲惫，其实我们不 OK 不 OK， 也希望有人陪，我们也会伤悲。桌上的文件重叠着坎坷，渐渐的加班代替娱乐，每天都一起牺牲原则，想歇会都要摊上资格。业务上最大的难题是上司给的压力，最害怕的不是会议，是背负未知的业绩。顾客无理的打压，不是惊吓，就是惊喜。同事们的口头听闻，背地里全都是攻心计。或许我们不懂讨喜，不够吃力，但是我们非常努力，非常尽力。面对恶势力，当作免得你的人经历，当作锻炼自我毅力的注射器。其实我们不 OK， 不 OK， 但是谁会care？我们都无所谓。其实我们不 OK， 不 OK， 希望会有人陪，我们也会伤悲，相信我们会。其实真的没人care，我们已无所谓，相信我们会 OK， 会 OK， 不奢望谁会care，我不再难归类。是 OK， we OK， we OK， well we OK， we OK， we OK。谢谢。